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 YouTube 频道。我是阿曲，没有错。那今天一样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我们的球体。那因为有观众跟我反映说，我不下载到的不是汉化的版本，那我们就重新下载。因为我本来也打算直接重玩，因为我忘记到底把多少球体都放出来了。为了不影响故事的剧情，那我们就快速的把前面再通关吧。对，那哇哦，它的翻译也不太一样哎。猎奇场景，对此游戏有慎重。哇哦，好啊，也太多汉化组去汉化了吧？哇哦，好啊，断头之行完全不一样哎。哦，好，好啊，那稍微的大家再看一下这样子。最后的牢房，这里是哦，完全不一样哎。好啊，会理财，完全不一样的名字。我总觉得会理财的名字比较不没有那么哦。好啊，会理财，我们之前叫什么？我都不记得。魔女，好，噔噔，谁在那里？应该是红之魔女，赤之魔女，好。本来计划是杀你，不过太可怜了，就放一条生路吗？你要杀了我？好啊。嚣张什么？就算不用这种天生的能力的话，我应该也是活得下去的。该死的家伙！啊，大概哎，为什么这边没有翻译到？怎么会？好啊，那。好奇怪哦，这样真的有比简体汉化的部分还好吗？那些人都不是人，肆意玩弄折磨囚犯的身体，我也差不多到极限了。哦，好啊，被吓到什么的，我应该还好。在地下室囚犯里都一律不能原谅，这就是这里的规矩。好啊，好啊，为什么？还是有点害怕，为什么折磨人还可以？哦，刚才是什么声音？是我们家人在乱叫吗？啊，什么器具？得到小钥匙。你还是会动吗 ？Hello。哦。放着不管好了，好啊。哦，这样子翻译应该比较通顺多了，就是。以我们的讲，哦，杀气，从哪里传来的？哎，哦呀，会理财，啊呀，哈，噔噔，哇哦，你这没有用的家伙，给我进去。是因为要衔接这里，是不是？没有头。放着不管好了，当然是放着不管了。我管他能干嘛？拿走，就可以把门关上了。没有办法关闭，那他是怎么出来的？该死！好，有这里的，哎呦。所以我们原本的牢房也是可以关起来的吗？是这样吗？好啊，我觉得我们是否应该把自己的房间关起来一下？太害怕了啊，就是不把自己的，哎，不行哦。为什么我自己关房间是好像有比较小间，对不对？哼，好，这个不是重点。重点就是，其实这两天真的非常非常忙，就是因为我在餐厅工作的关系。那我就是其实有时候进度都会比较稍微超前一点，就是有时候会用预录的方式，因为导致我至少不会有一天没有办法这样出片之类的。对，后来我连天赐，
翻译一样吗？原始？为什么名字又不一样？这很奇怪。我喜欢剑刺啊，你叫剑刺好了。有意思的时候就在这里了，有意思的时候，好，真伤脑筋。好，那我就顺人一成吧，我才不要。你以为你男生就不会危险吗？有可能你还是会被干掉啊，你还比我老被干掉哎、欸。看看我这清澈透明的眼睛。然后，怎么样？点头什么？好好，那公主殿下，那我就带你到外面去咯。该死，还是一样。你这花心的东西，我叫慧菜。你明明叫原始，不对，你叫剑刺。对，应该还是没有什么差别吧。对啊，就是非常非常忙，我连看，礼拜六的时候，我连就是把电脑打开的力气都没有，直接睡着。就礼拜天的时候，我还是就是份额的，什么份额的继续就是工作这样子。之后，我要说什么，就是有点无法专心嘞。对啊，我就觉得我时间感有点错乱。我在礼拜六的时候就很疯狂的要打电话回家，就是庆祝母亲，跟我家人说母亲节快乐这样子。阿妈、我妈之类的。后来就是礼拜六不是母亲节啊，之后我真的是有点错乱了，有点忙。所以就是这两天都没有回复大家的留言，真的很抱歉啊，真的希望大家可以多体谅我一下，因为平常有可能我还为什么洗面，有的时候就是还可以洗面欸，为什么还可以点啊，也太可爱了吧。好啊，就是平常的话其实我会不会有可以移动床哦，这个为什么你会知道？好啊，原来剑刺是提示的小人物这样。不是小人物啊，我要说什么？骷髅先生，打不开了。之后我要说什么？一抖，我要拿蛋糕给他。突然觉得有点累，一个苗条的男人给他，这明明是骷髅，还是说他是苗条的男人，真的好笑哎！感谢你哦，所以，哇哦，骸骨走廊，还是打不开嘛？可是我有点稍微遗忘我自己在干嘛，好像什么，打开。出来吧，怕你哦，你出来啊，我们单挑，嘿，获得蓝色物本，可是我还是要把它引回去关起来，对不对？给我出来。消失了。这特效真的很讨厌，有没有？汽配，他要去哪了？所以这样的话，剑刺一定会死掉，是不是？所以要在原地的时候就要把他关回去。啊，剑刺又死了。好啦，我们等一下回来，我们快速的通关好了。哎，天哪，剑刺要GG了。天哪，我觉得我们要快转吗？还是我们再讲一点废话？突然觉得跟大家稍微小聊一下。对啊，就是快！其实我就是废话太多，对不对？废话太多才会
就是才会这么的浪费时间。哦，大家都跟我讲说，二周目之后可以控制红之魔女，其实还蛮期待的啊。我要干嘛？哦，这个还是做得非常好，还是有小小笑到一下。哎呦，你这次有那么快就掉下来了？你也知道我要快速通关是不是？谢谢你喽。好，最后杀气。对，哎呀，所以第二次回去那里，坚持就会GG。好啊，好啊，那我们就怕你，我们不会怕你的，被关进去了。那为什么我之前，第二次回食堂的时候就会死掉？说个题外话，就是现在不知不觉中就默默的突破300人订阅，就这两天也都没有，就是放着不管好了。对，就是也没有办法，就是回复大家还是看什么的，最后就莫名其妙，我就会发现六日的时候，就是订阅人数爆多，就是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，对，真的非常非常感动这样。突然有点累个。我应该还该说什么吗？我已经得到小钥匙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打不开，然后冲冲冲冲，剑刺多功能房间，就我们又在跟剑刺讲话了，快速的，快速的，算 BGM 飞，看怎么样啊？好啊，所以在。只要在这边之前没有让剑士乖乖的不要当英雄的话，先保持净土好了。我要拿这本书，然后一样先存档好了，先拿蛋糕给他。可以放回去哦。好啊，那听说这边的食物一次只能拿一个，然后什么，就当初的那只猫咪跟我喊二管是可以给它食物这样子。好啊，那我们看能不能在这个地方救完你。来来来，怕你哦，怕你哦，过来。有点危险有点危险！天啊，苦手所以只要被干掉，它就消失了，是不是？好盖了剑刺，人物状态列死掉，剑刺也会变成不一样。太快了啦，是否要给大家看一下？还是比较好了，太坏了。那看我们是不是这次一样苦手了。真的很难看一下剑刺啊。死掉了。也太难了吧。好，我们就快转好了啦。就怎么会剑刺怎么还在里面了？放着不管，剑刺，
哎，监视，你这样不对吧？哦，监视你也太强了吧，监视，你这样不太对吧？你这样根本就是幽灵啊！监视，那你怎么会死？保存进度，我终于。你这该死的家伙，你是个大坏头，见过还可以这么快，好吧？我们还没有拿到小钥匙，对不对？小钥匙在哪里？再说个题外话，就是，最近我也看了《进击的巨人》，其实，在还蛮久之前，我就觉得这部漫画好像四成会红，可是我一直没有认真想要去看。没有认真的去看它，之后我原来最近是汉化，那个什么，它已经变成了那个什么，对，就是它最近那个动漫化，它动画化，动漫化，对，难怪原来这样，最近就是这么多人在看它，我想说怎么会突然间的，对啊。就是其实我觉得我还自己还蛮厉害的，就是只要我就是直觉性的判断在漫画大概在他出一二集的时候，他如果真的很厉害的话，是真的我买到的漫画基本上都还会蛮厉害的。对，就是想当初我什么，就是《驱魔少年》这本漫画在我国中的时候，其实本来没有很红。在他出第二集的时候，对，之后我本来兴高采烈的要介绍我朋友，就是这款漫画，对，就大家都兴致缺缺的。那想当初我还有去，就是跑那个动漫展的时候，就是 cosplay 的那个活动，就隔一年就是大疯狂的出。驱魔少年的 cosplay， 我就觉得怎么会？就想当初我就是介绍那一本漫画的那个朋友，在前一年就是对我的讲话兴致缺缺，竟然隔一年一直滔滔不绝在跟我介绍这本漫画，这样我就觉得说怎么会这样子？还有话说就是其实我觉得自己有个小怪癖啊，就是如果越红的东西，我就越不喜欢，这样是对的吗？而且，为什么他的那个没有出现？他的那个的那个界面，果然好不一样哦。所以就是那个简体汉化组的人有额外做一些东西，是不是？好吧，那剑士不会死掉喽，那我们不用害怕，打不开，钥匙是红色的。就听说那个情侣系统，就是只是一个陷阱，所以你们千万不要进去。那我们再还要再额外的找一些就是相关的办法，这样子。稍微休息一下吧，也是呢。哈哈，终于我们不用怕监视死掉了。好啊，我们这一次终于要一起逃出去哦。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到这里来，差不多这样的感觉。哈，好啊。应该都一样。其实我觉得还蛮热的，开下冷气好了。我刚才觉得有点冷，之后水又关掉。最近的天气真的是很难理解的状态，就是，还是一直在下雨，对，就忽热忽热的。对，那有时候就是下雨下到我自己都不着急。该怎么办事好，就是讨厌在外面骑车的时候还要淋雨。这里，我当初是放什么东西之后这边会打开啊？嘿，猫咪，我要把水果放上去之后，它那个东西就会打开。好啊，好啊，那就够喽。你这该死的大坏吼！如果是巨人的话，你早就已经没命了吧？没有巨人的话，假把脑袋轰掉的话，一两分钟还会再生呢。对啊，天哪、啊！
对，《进击的巨人》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看的动画，虽然有点血腥。然后它的漫画其实已经出了第八集，目前的进度是看到了第三集，还没看完这样子。所以大家就是有空的话也可以去看看哦。对，我要走上面，对不对？话说，如果真的哪一天世界变成那样的时候，我们该怎么办？我应该也是只能认真的害怕，在地上尖叫这种小人物吧。面对巨人什么的，根本就不太可能啊。而且，我们到底能做什么？我们应该要请个变形金刚之类的去战斗吧。我应该。好，没有放错，我刚才就直接在凭着前几天的记忆力在放它。好啊，那我们下来咯。黑飞剑刺，你就是写这本日记的主人吧？啊，好啊，每天都不在发呆，放松了。为什么剑刺你不跟我一起看？好吧，哎呦。然后就这样，没有东西。好啦，既然你没有什么反应的话，那我们就继续前进喽。就是听说要把那个烤鱼给那只小猫。哦，我觉得我们只是把之前的进度玩到现在的话，已经过了20分钟嘞。天哪，那怎么办是好？我们好像都没有什么认真的在。进度，好，这不是重点，重点就是我们希望赶快玩到二周末部分，玩到赤珠，可以控制红之魔女。我觉得赤之魔女比较难念发音比较吃力。赤之魔女，给你，你肚子饿了对不对？喵，怎么了？肚子饿了吗？喂，之前本来是剑刺在讲话吗？不是女主角问他吗？这是给我的吗？得到了镊子，得到了镊子能干嘛？不知道哎。镊子能干嘛？哦，可以把那个钢琴线剪掉，是不是？是这样吗？这里，这是非常阴险的一个钢琴线，走过去就会让你GG的一个地方。镊子。诶，他说什么？什么东西最棒？用来夹断什么东西最棒了？好啊，耶！哇哦，好啊！到底是谁那么阴险，在这边放一条钢琴线？好，那我们就，钢琴房，而且还有两台钢琴诶。请输入密码。我怎么知道密码？多西。一哆瑞咪发嗦拉西，紧致等于半音上，913，这边是哆，有点忘了，西哆，我觉得突然有点障碍，哆瑞咪发嗦，嗦拉西，嗦拉西是。913，哆啦西是913，913，什么意思？913，接下来，然后，然后这边是问号，看一下那个，这个。哆西咪咪咪咪咪咪咪，这边应该有。哦，这边有二，那个声是二。再看一下这个，这个要存一下那个在小画家，这样子我游戏开出来。好，那这里，C，怎么？诶，怎么跟那个哦？有啦，西是啥？安息。那我们先乘除后加减好了。先乘除后加减会得到2之9。
噔噔，打到打火机，好，果然还是要先乘除后加减。哦，天啊，为什么房间会突然？哦，没有了吗？为什么突然稍微想起开头的 BGM？ 还有东西吗？没有，狭窄的走廊。好啊，那我们看来应该就是有认真的一些进度了吼。好哦，可是前方有什么东西耶？对，我记得前方太黑了，前方有什么？还是怎样呢？还是要那个啊？我就知道，你真的很烦耶。哦，他就掉下去了吗？好笨的家伙哦。好啊，看来也没什么可怕的。关得死死的。获得牢房的钥匙。牢房的钥匙。牢房的钥匙是用在哪里的？诶，先存档，怎样呢？存档为优先。这个不对，这个是情侣会死掉的房间。FF 居然用房间，去死团的房间。所以他掉去哪里了？哦，休息室也太多人了吧，我们不要进去。哦，这边可以吧？哦，诶，你摔死了诶。好啊，先把你关起来了。诶，尖刺你又没关在里面。尖刺你这人不科学。哦，我们可以怎么样？哦，这边就可以甩掉他，对不对？打不开，里面有什么？先不要好了，先全家打。打不开，出来吧，大块头！来啊，来啊，来啊，来啊！怕你哦，怕你哦，怕你哦！过来，过来！哎，我被骗了，都没有办法关。我被阴了，我被阴了，所以这也没有办法关。好啊，就把你关同一个房间啦。你们真是，应该不会超贱的左右夹攻吧？哦，真的是，不管啦，不然我们就。用绕的把你再关回去，挂啊挂啊，大块头，不行呢、欸？那我们要把你关在哪里？哦，为什么你会变那么明亮？过来啊！你真的是过来啊！啊，你不是要过来？你怎么不过来？过来，你这家伙，过来！啊！尖刺又GG了，哎，尖刺根本就只有GG的命啊，真是。好啦，是我自己太弱了。神牢房的钥匙，而且为什么会有一堆鬼火？是在这边死掉的人。的怨念的那个残骸吗？其实他还蛮笨的耶。红之钥匙哦，可以出去了吗？可是要把它关起来啊。你过来。哦，诶，不能存档嘞。你过来。不行啊。怎样都好危险哦，进去又GG了。那我自己研究一下，就等一下再回来好了。我们用快转的方式。
为什么？我刚才不是吗？因为剑刺没有出来吗？啊！很怪，剑刺你真的很烦呢、欸，就是你。为什么不合理？不合理！啊，这太那个……不管，我今天一定要把这……哎，不会再把门打开了吧？哦，剑刺又把门打开了。你又在哪？不行，一定要把它关进去啦！好啦，我们出去看一下贝莲德。好难哦，那声音又出来了。我们试试看，两个一起出去聚聚的样子好了。真的是哦，怎样都关不了啊！终于出来了呀，太好了，会理财。那就快回街上吧。哇哦，你在这里？哎，不要，可以拆，可以逃。哇哦，原始先生，哇哦。别逃跑的话，哈哈哈。然后两个一起啾啾呀，哇哦，还有那个哎 ，bad end， 一样的提示，好烦哦。好啦，我们就是让大家看一下，让大家看一下就是。两个一起死掉样子，我能说什么？哎，为什么会这么难？而且为什么我已经关上了，还是没有办法把他们那个？哦，是因为剑刺他还里面，他就自己又把那个阀门打开了吗？是这样吗？这样不合理啊！就是他自己走太慢，他凭什么就是开门又不关起来？哦，快受不了了！不管了，我觉得我今天要到这里了。我玩了快40分钟了，好累哦，超温馨的我。好啦，那我们这一集差不多先到这里哦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都可以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。如果不喜欢的话，都可以在下方的评论板留言给我，我会再做改进哦。那谢谢大家今天收看，一个人死掉之后，一个人孤独死掉，还是没有比两个人一起死掉好吧？我们觉得这一集让他们还蛮不孤单的。那我们下一集就继续把它朝着把它们关起来的目标前进吧。See you next time， 拜拜。